动画《铂金终局》公开最新角色 PV 声流走。近日，动画《铂金终局》官方公开了最新角色 PV， 本次介绍的角色是声流奏，声优由石川界人饰演。声流奏作为神的候补之一，跟随的天使为欲望天使梅扎，他生性孤僻，在精英学校中就读，没有朋友，但非常呵护自己的妹妹。